唔好意思，我想問下青年就業博覽會嘅事啊。原來係咁，等我同你介紹一下啦。今年嘅青年就業博覽會將會喺9月27號到28號，朝早嘅10點到晚上7點，喺銀河嘅國際會展中心2樓舉行。有唔同嘅職位招聘之外，仲有大灣區1+4產業招聘，有多達60間企業參與招聘會，以及多場嘅行業講解。仲諗咩啊？即刻上網預約啦！記住著正裝同埋帶埋履歷文件喎。